肯定上最佳，吃了你就说古德古德。嗯，这儿给你们安排一下社区火锅啊，资格的社区火锅，这是粉丝推荐的哈，说那个火锅开了十几二十年，生意好得不了啊，必须安排社区火锅走。特辣，你走起来不想吃那种社区火锅，你想都不用想，直接点特辣，晓得吧？特辣味道最重，晓得吧？它料都得多放点，晓得吧？哦，吃麻辣火锅用新田油碟，新田火锅油碟不加香精，不加色素，精选好芝麻，低温压榨更香醇。新田油碟，全国火锅油碟销量第一，吃麻辣火锅尽享麻辣人生，吃中国最牛皮的火锅——重庆麻辣火锅。说到重庆火锅，那就是麻辣鲜香。哦，整整整，毛队横起！哎呀，先把味儿上了来哈。我要的是特辣。他说你们重庆火锅那个油碟里头没放佐料啊，好吃啊。因为我们重庆火锅的味道都在锅底头，锅底浓郁，锅底醇厚，晓不晓得？哦，嗯，我那个毛队烫起都有味道，晓得吗？嗯。它那个肥牛毛肚发得很自然，它不像有些那种泡的那种擦擦的擦擦的哈。如果把那个肥牛毛肚呢泡得擦擦的，那就必须要上点科技与狠活哈。牛肉抓起，长藤乱起。哦，那个宣牛蹄筋儿，那个看都是鲜活哟。那个鸭肠一看都是晓得是昨天发的，不是今天的鲜活哈。哦，如果是今天的鸭肠的话，它就要分一点，它都是泡了一晚上的鸭肠，它都会像那个样子。看那个鸭肠的时候，看到没？嗯。嗯，哦哟，那个干碟不掉哦，哇，那个花椒还有，来来来，我快点把腰片吃了，我来搞那个，哇，搞豆干了，哇，哈哈，哇，你给我搞那个豆，看它像蘑菇那个都长出来了，啊，先蘸点油碟，再来一个干辣椒，这是双拌的，嗯，嗯，哦，那腰片好嫩，那腰片就是泡了水的哈。哦，它出料肉没人家料少味，我给煮两块。哦，那个泡泡牛肝泡得很浓，推荐那个人跟我说他个泡泡牛肝舒服得很，他要吃两份。嗯，我牛肝好，哇，真煮到软嫩趴落，有些泡，但是它不软不落似的哈。哦，嗯，哇，那个牛肝真的到顶了，到顶了！你们好久没看到我这么吃牛肝了，再给我加份牛肝呢？我想，哦，那个肥肠长腿看起舒服得很咯，那趴都是。确实说明白了是正宗的社区店，老的人多噻。嗯，嗯，那肥肠酥，但是那个肥肠是供应链的，我要给你实话实说，晓得吧？它是口感很好，但是它是供应链的，晓得吧？嗯，因为那个肥肠打卷的，趴牛肉哈，哎，真的趴牛肉，我趴得很浓，那个，我都喜欢吃那种趴甩甩的筋。嗯，牛趴，而且它是本味。它本味牛肉，它没用其他的调料来卤它，对它牛肉很有浓，而且它吸收锅底味道，它只是把它压趴了。白卤牛肉，是的，我们平常吃的那些趴牛肉，它都是卤的，要么是卤的，要么是啥红烧的，是的。它那个是白。嗯，那个吃一块，它是用鲜牛肉做的，它趴软不柴不开牙巴，快掉了嘛。哇，这个好大。好。那个吊炉是进了冰箱的，知道吧？它自己不暖和，有水的。人家火锅店老板看到你好怕哦。我是真实评价的嘛，我也会乱说，是吧？好的就好，不好的就不好，是不是？那个牛肉不行哈，卡牙巴，卡牙巴，都是它进了冰箱的，那种牛肉都只能吃儿，拿来吃儿麻辣牛肉，我吃它个干香饭了，嫩滑都不说不上了。它的干碟很香，我想，来，花油又好了。哇，它个干碟里头个花椒面好舒服啊！嗯，都是海椒和花椒它那个结合那个味道。嗯，把嫩肉片煮下去，把那个香菜牛肉煮下去，啊，马上干饭了。来，香菜牛肉，香菜牛肉，香菜牛肉，看见有没有香菜牛肉哈？香菜牛肉，反正香菜煮脱。嗯，还有香菜味在在。而且那个牛肉都比刚刚那个吊炉好，它虽然说处理过了哈，但是它那个没那种尖味的，那牛肉还码得可以。我们说的牛肉码那种，就是牛肉的腌码，哎，上次毛肚料上发过的，就是用碱水来泡发过的哈，食用碱哈泡发，哎，我们是一般说发。来，泡发牛肝给我煮下去，那筋儿全场最佳，
就是那个，是谁？对于那种你们觉得锅底差点味的哈，没得麻辣味不够，你就那个原汤干碟，吃了你就说古德古德，晓不得？哦，那个吃了你不说古德啊？啊？哇，真的？嗯。哇，原汤。嗯，哎呀，好浓！哎，一下那个口味打开了。嗯，还有那种菜肉肉哈，没有那个酱花儿。嗯，哇，人家鸡翅扒肉，哎，鸡翅扒得很浓，扒出肉去。嗯，把那个原汤干点儿，烧惨了。嗯，大家真的是。吃麻辣火锅，享受麻辣人生。哎，很绝哦，全是汗。来，整把豆干吃。嗯，嗯，芳华，二哥哥是厨师，你们在这儿吃，你们晓得啥子？吃牛皮重庆火锅，享牛皮人生。一人消费412元。最后跟你们总结哈，他那家火锅哈是标标准准的社区火锅，没得特别的经验，也没得特别的突出，但是绝对不会踩坑哈。豆腐干第一哈，非常不错，还有那个香肠非常不错，扒牛肉哎，扒牛肉非常不错啊，那是三个我觉得他们那儿最具代表性的。好，毛肚儿、鸭肠那些品质都用得很好，牛肉啊那些也不错，都是那个吊笼，不是宣吊笼。拜拜。